好累的。哎呀，班长。进来啊，进来啊，春节呢啊。今晚不要多喝啊。春节呢啊。很强啊！怎样？你是标题？你是标题，这挺。阿伯，等一下，要下要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，这谁要看？你当然要有标题啊！我怎样？你没讲吗？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你呀，阿婆，为什么叫阿婆啊？就是后面有一根长长。他这个，这有一支长长的这支手就叫阿婆。那无这支手看。你看伊较红，迄叫车边啊，对袂？哎，车灯，车灯，叫车灯，价钱差很多。不会叫么贵？车灯啊。车灯啊贵啊。还塞死啊！大号过来。我袂晓塞啊。不行哎。你要抬啊，要单调那些。我都袂用个呀，我袂使抬单调，伊需要我来搅拌咯。那抬抬要单调。搅拌你需要我来，你袂用个。他好不容易投胎到这个世界上，你就这样玩，你就这样玩弄他，然后就把他丢掉。你这个渣男，你这是渣男的行为。把人家玩弄完了，就把人家丢掉。好妖！你讲话安尼啊？
公公对个精。好啦，人家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检举就检举，不用去理他。你越去惹他，他越弄你。你就是不要理他。你这个红眼。不是，你不要去找理他，我就站路口帮你看看就好。然后警察来一次，看到你没有怎样，他就检举。啊？阿伯，检举。怎么去？他如果检举，不会开除。不会，然后现场看到什么事情，要不要开除？啊？换班了。然后现在也没人啊。就是他怎样做你就怎么应付就好，你去越弄他，他就越生气，他就越弄你，你不要理他就好。他一直剪，他也不，他一直剪，他也不会，他刚剪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如果你再去跟他理，如果你的话，他更不爽。遇到这种人，我很有经验啊，就是不要理他，不要让他去惹他，他就无聊，他就不管。你以为他没事做？那就偶尔一时兴起弄一下，弄一下而已。他有钱赚啊？没有啦。没有吗？没有啦。没有钱赚，为什么检举没有那么多？该高兴啊，看你不爽啊。有啦，检举摸你有钱赚，好不好？不是每个检举都有钱赚。好像不知道检举什么，现在都要实名制，检举也都要留资料。以前检举不用留资料，现在检举要留资料。所以就是。你看到他在用手机干嘛？我就站路口就好了，帮你看一下，警察来绕一下，第一圈没有看到，这样就结束啦。那就等他下一波啊，这样你就可以卖，你这样就那么把它卖完就好了。这一阵子就先这样应付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跟他吵架，他回来他很气，他就盯着你，他盯着你就烦。过了以后要来闹再来闹，不用了。现在我们是把它卖完比较重要，不是跟人家吵架比较重要。你看后来为什么要站路口？你说站个路口，警察来讲一下，删掉那警察，那警察他安平有啊，他这样子。九点半了。我把自己卖我回家了。还要人来啊！我因为我没有开直播，不会这个时间大概。没有人来了。啊？我说不会有人来了。就看这散客要不要人接近啊？一届五十。你老公谁啊？你搞老公谁啊？就啦，到时候爱开收据啊，爱节税报税。你看看没？我这个阵子就被磨到就都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然后什么屁用？跟这些人生气。
在创啥？看真的啦。阿松是不是事主？他还没收到冰单吧？好等哦。他收到冰单你怎么办？请人啊。你要请谁？管我要请谁？那么难请。我请个美女来，我生意更好。最好是请得到美女才不做这个嘞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美女会做这个？美女自己去直播了还做这个？直播那么轻松。各位大哥哥大姐姐，爱的国庆啦，还在那边做这个做那么辛苦。你知道直播多少赚吗？知道，我哪知道你一个月赚多少？他们随随便便都十几二十万了，多少？那你一个月赚多少？我没那么多，我不是女生，我不是女生。你不露脸。随随便便一个月赚十几二十万。那是他们，他们要镜头前面在那边。还有啊，这些，鹅啊没了吧？鹅啊没了，剩这些，剩多面的。这个先不要收、哦。对啊，那个可以的，这个先不要收。第一包200，买第二包分一百个。我知道你把我什么叫你去那边摆的，他叫你摊对不对？叫你摊那个房子，租金对不对？没有，他讲不出道理，那是最多一个。那为什么叫你摆？还好啊。因为第一天生意不错。昨天是有一些大咖看到直播空买的啦，那个摊那堆仔很乖。这个，你不请阿弟好不？要对象啊！你来看，介绍不搞？六二啊，六二拢我哩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还玩？有什么好玩的？有你。你几岁啊？你几岁？八，我就三岁拢我三八。心情不好，歪话，心情都差，心情都差，歪话。快呀！我无直播变阿贵啦。你今天直播讲要几百？快点！要什么？剩一点点，顺序不错。我真的要收了，再五分钟我要收播了。几更？几更？几更？Gracias.
讲吧，无咱靠你啊你啊。存车，存车。存车呀！哎，哎，哎，店里安怎卖？他卖一百。他卖一百。他卖一百。我卖一百。现在来，我嘛是，嘛是拢做。先降一下，先降一下，先降一下。哎呀，我刚刚过人徛路口，我比一口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了。我是主动的，你叫。哈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不怕地人嘞。太搞笑了。不会啦，拜托，抓风人，打不一把，四百一百了。怎么样？要四百一百啦，包包面啦。是啊，我等你订三百啊。三百还要四百一百？不过就叫我坐啊。不孤单啦。不孤单。不是啊，我这还是提点兵啊。来，来看这个，没有看过这个镜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背光，这背光好暗哦。这背光好暗，不行。这背光好暗。我是大风。我是大风。这一把，这一把，这不是是很多地方啊，遐地方就。这地方。我讲啊，这存两百块，你百块啦，这是真百啦，你分两百，你变百十了。因为就剩这个，剩这些啊，就拍这个，拍这个地方啊。一包，一包啦。你讲两包百五呢？大家在食，你买底。卖安尼讲啊，我嘛问你做熟个，你莫安尼讲。卖有啦，好。卖到增加卡，你无看？卖百，一百一百。太好啦，你。啊，无你讲废话，大家嘛讲来来来，开水，没，二，谢谢。好。来，开水啊，没，谢谢。我还没准备呢，快点来。可以旅游资料啊。想买就家里面不下。啊？不给拍啊？我不要拍呀。你要拍呀，你要拍。你要拍，你要拍。你要讲这个，你发来拍，你发来拍没有？我现在怎么办？我一。快结束了。这两包，你选过，鸡腿，你想要？一支两包，无，一台，五支。哎，这我这
小强买一块。小的，两百，我感觉小的好大。哎，像多少啦？好大啊，百八嘞，我看过。系啦。好大啊，要紧，我早顿来解吃。百八，百八，我百八要不要？人工，哎，外卖几只？百二啊！对啊。嘿啦，我，我是看你穿迄个衫，卖你较俗嘞。哎，你看你看遐。哎呦。你的手残醉到走到底工厂来了，来了，哎呀，龟头哎，龟头咩？这不是鸡啊，这是鸡，你有鸡啊？几块钱？那是你穿那件衫，我连敢无穿这件衫，我较俗啊，拜五了。旁边有没有记忆卡？他是吃记忆卡，对，他如果用手机录，就是直接转到那里。没有手机就吃里面的硬碟啊。大家硬硬碟的人就看到你手机128G 啊，这你丢了无聊，我贵了贵耶。手机录比较省空间，还好。百了啦，手机大概可以录10个小时。可以啦，好啦，十几个小时。哦，那因为我回去就会直接全部清出来了，所以还好。所以你们固定就是每次放在里面，你会忘记。所以你这台是工作的。对，因为我不太喜欢拿太多手机啊，就是我工作的时候，你有看过我工作的时候拿手机出来吗？爸，我了钱啊。因为那会分心。我无无甲你好笑，我工作的时候就专心把它做完。189，所以我不会说像我。工作时候就听他们。你是知影什么鱼还唔过过伊咧？无聊就无聊啊，我就会。你叫海鸡母咧？有时候不会无聊。有。我问你百五，你今日去来这台资买了300几股啦？你叫人台资买，互你算下，你算五兆啦，啊你还佫袂？这是要用我的。这是要五兆啦？啊？五兆啦。还有很多多啊。哎，四兆啦。哎。啊，老。你要几包？要两个位的话，就那样咯。啊，你偌济？啊，百五两包咩？300、400咩？对哇。对啦，对啦，哎，两个位的话。好，来谢谢。有谢谢哦。好啊。后边那几家，家，家，家有想对接，家，一直在对。下边嘞。我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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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又睏到我睏唔起啊！今天九百啊！啊？九百啊？九百偌济？伊遐六百，迄两百搁三百，九百啦！你安尼九百啊？嘿啦！哎，你对只九百尔，你过来这边看九百块有几有？这个玩就生醉，他放一些就哭了。哎呦，一支五十啊，五十啊。不会啊，习惯了。要穿袜子。穿雨鞋，穿袜子会痛。假设对不对？九百啊。我不会。你那雨鞋太小了吧？不会啊。因为你不穿雨鞋，那个鞋子回去很难洗耶，那么臭。快点快点！再多些。来一百块，谢谢你。还要什么？剩一点点啊。你过来呢？你也拢在遮，别叫走。这礼拜六吧。西区伫倒？西区伫倒？今日就西区。啊，你这不是住遐？我是隔壁里啦。哦，你隔壁里哦。我西区。我那隔壁也有鱼没了，鱼没了。这是虾子送他啊。我来了。我来。一百五就好。虾子送你啊，哦。啊。他对手的，你回去还在加热，一定要加热，一定要加热，不加热不能吃。十一点，那你还要不要送我？十一点对。好啊，好啊。怎么了？六点到。对。礼拜五都在这里。开始直播，开始卖卖。他们六点啊，六点开始卖。是啊。他们到时候就开始卖了。那你要切一切这两半，你可以。之前对啊，他休两个月，上个礼拜开始来的。第三个，一季就三十个啊。啊，一包二十，三百五。没发了，没发了。就去好了，不卖了，回家回家。五十块呀，那一只啊，这个炒辣椒啊，炒沙茶要不要？一包卖一百呀。
全部给你300块了，冰着慢慢吃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好了，好，这该你的了，买够点的话。一杯半，那个打开就可以吃，这个很贵啊，这一包要350啊，要不要？不要啊，不要。一杯半来不？一杯半，这人去做凉拌的，这前年超市一斤卖35块啦，透开就会吃的啦。来，你就来看卖，不要紧啦。一包20斤啊，35×20啊，35×20，700块啦。一包卖你35对啦。700块卖你350。十块块，十块块，一包十块。你爱去捡别做物件卖了，你去后尾看。哎，意思就是讲，你搁去一摆就卖了，紧来紧来。哈哈哈哈可以录了多久？来，兄弟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收。OK 了啊、哦，送好、哦，送好、哦，送好、哦，高兴了啊、哦！好，我要倒数了。我倒数了，我好累哦，四、三，好累哦，好累哦。没直播也要倒数，一，关，拜拜。你们住，这些猪啊，囡仔吼，囡仔，那下晡时啊，回来偷一只啊，好食，伊食到好个，啊你啊，要做暗顿是，啊白白啊，美乃滋淋起来，对啊，唔免搁煮啊，啊你今天要煮就是煮泡面、煮火锅啊。冰冰冷藏较好食，冰冰较好食，我还搁一包嘞。不是，很冷藏。啊，都会啦。冰冻你才几支冰壳壳，你还搁退冰袋再吃。啊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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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冷冻嘛是会使的，但是可以，我可是冷冻，我冷冻爱摆哦，可以。鱼虾、鸡肉，它这是有，放两斤的，这是有，多吃，我要不吃霸王鸡。好，拜拜。大概在过年前。好，吃完哦。